谁也不服谁。火药味十足啊，看这机器总是他挑衅的，你看机器，咦呦，机器还出了爪子的，这回是真生气了，嗯，你看，七七直接出了爪子了，直接抠吃货的脑袋，你看，哇塞，你可厉害了，七七，你看这是不是小尾巴摇的？嗯，七七很凶的，嗯，可牛了，七七，哟。之后也生气了，琪琪跑了，好看。